大家好，今天是一心讲堂不地道登论的第九堂课。上堂课呢，我们谈到了登论的一些特点，还有登论的范文标题为什么会放在前面的原因，以及真正的登论指的是什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常提到一些噶当派的大善之士。而且呢，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还会不断地提到很多噶当派的大德。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噶当派这个宗派的一些背景和历史，还有它大致的传承脉络，我想也是很有必要的。前几堂课的时候呢，我们介绍了阿底峡尊者的一生。以及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藏地广传正信的佛法，从而呢为藏传佛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他圆寂之后呢，主要有三大传承，延续了他的法脉。哪三大传承呢？转顿巴、摩依师和那蓑依师的三大传承。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转顿巴。有关这个转顿巴的出生这个年表就说法不一。不管怎么说呢，他的出生年份呢，大概是在公元1004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圆寂于。1064年，所以呢，转顿巴大概应该算是一位宋代人。那么有关他的出生地呢？在现在来说的话是那曲等当雄一带。由于幼年丧母的关系呢，他的这个继母呢，并不喜欢他，而且呢，对他百般的虐待，所以呢。转顿巴，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选择离家出走，跑到了康区，然后呢就在那里呢医治了当时的著名高僧色尊汪丘许隆。那色尊坐下闻法的那段期间呢，转顿巴可以说是从早到晚做牛做马，通过各种。辛勤的劳作啊，以此来扶持上师。后来呢，还是在康区的时候，这个转顿巴又遇到了一位印度的班智达，有人说他是斯密丁加纳，他借此机会呢，学习了梵文。不管怎么说呢，有一天呢，转顿巴听说觉姐。来到了藏地，住在阿里一带，所以呢，他从康区出发，一路徒步，靠着双脚走到了这个阿里，来找这个觉姐拜师求法。而当他抵达布让的时候呢，正好是觉姐打算启程返回印度的2、3天之前，可以说来的时间刚刚好。可见这也是他们师徒之间的缘分。不管怎么说呢，他们二人呢，当时一见如故，在这之后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大家都了解。那么在觉姐圆寂之后呢，转顿巴先是把觉姐的遗物等
分发给了几位重要的弟子。接着呢，他就带着觉沃姐的弟子啊，来到了现在拉萨市塘沽乡的这个热政，并于公元1057年就建立了噶当派的祖庭热政寺。现在呢，这座寺院还在，是属于格鲁派。就这样，准顿巴的一辈子呢，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开创噶当，广传佛法，度化众生无数，最后呢就圆寂在热政寺，享年呢61岁。准顿巴的一生当中呢，也有过很多的弟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人称噶当三师兄弟的三位，他们分别是大师兄普琼瓦，他医治准顿巴的时间最长，大概是11年左右；二师兄波多瓦医治上师5年7个月；再来是三师弟坚阿瓦医治波多瓦8年。也有人说这个波多瓦是三师弟，排名第三，因为他医治准顿巴的时间最短。不管怎么说呢，这就是著名的噶当师兄弟三人。那么在准顿巴圆寂之后呢，这三位师兄弟便根据这个觉沃姐的传承当中不同的这个修行内容建立了三个噶当宗派的分支，分别是经论派、教研派和口诀派。那首先呢，我们先说这个噶当经论派。这个法脉呢，是从波多瓦这边流传下来的法脉。波多瓦呢，就可以说是在噶当三师兄弟当中呢，对后人影响最深远，也是佛心事业最广大的一位。他在世的时候呢，门下的僧众多达2000余人，而且呢，其中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做到了断除此生的修行。同时呢，噶当派这个名字也是由于波多瓦的事业的广弘才慢慢在人们中间呢流传开来，然后呢享誉藏地。虽然当时波多瓦的弟子众多，其中呢包括著名的八大受教弟子等等，但是呢最广为人知、赫赫有名、被誉为如同日月一般的弟子，就是夏拉瓦和朗唐巴。那么后来呢，他们二也培养出很多非常知名的大弟子，比如说夏拉瓦的弟子敦敦洛智查，他呢就建立了噶当派的著名寺院那唐寺。后来呢，就是12世纪初的时候，第一版藏文大藏经，也就是藏文的甘玉尔跟丁玉尔的这个编辑就诞生在那唐寺。总之呢，波多瓦的这个徒众中人才辈出，所以呢噶当经论派也是噶当派的这个传承里面最兴盛的一支。那么为什么叫做噶当经论派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这个核心内容是建立在灯论的教授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关六部经论的讲说教授。这六部经论被称为噶当六论是哪六论呢？包括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无著菩萨的
这个菩萨地啊，祭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和集学论，圣勇菩萨的菩萨本生曼论，以及法救的法集要诵经，这些经论的这个讲说传承，就是噶当经论派的主要的修学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个噶当教研派啊。噶当这个十三师兄弟当中的第二位弟子坚阿瓦所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叫做噶当教研派，也称为坚阿噶举。这里的"噶举"这个词啊，虽然发音一样啊，但是跟我们四大教派当中的这个"噶举派"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在这里只是表达讲说传承或者教研传承的意思。那么，噶当教研派的核心主要是注重在实修的部分。坚阿瓦在世的时候呢，亲传弟子当噶谢乔育瓦。然后呢，噶当教研派传承当中呢，留下来的这种教授和法脉，慢慢的，逐渐融入到了达布噶举的传承里面。所以呢，今天呢，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噶当教研派。但是呢，他的这种实修精神和法脉呢，都已经包含在噶举派当中了。接下来呢，噶当三师兄弟当中的第三位大师兄，这个普琼王，他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叫做噶当口诀派。那么口诀派的主要修学内容呢，又比如，那噶当16名典的灌顶和教授，以及噶当师徒问道录的讲说传承等等。因为普琼瓦他本人呢，就是一位以实修为主的上师，所以呢，门下的弟子呢相对比较少一点。当时呢，他们当时呢就可能只有20几个人。但是呢，别看弟子不多，但是呢，每一位都是实修大家，后来呢，都成为了很有修为的修行者。而有关这个口诀派的这个传承啊，从波多瓦开始，尤其是这个噶当问道录呢，基本上都是1对1的这个单传，所以呢，不是特别的普及。大概传承了几代之后的这个法脉呢，才被慢慢的公开，直到后来呢，发展成了2条主要的法脉，一条呢是由这个第20波罗波切领受，然后呢这个传承就被带入了噶玛噶举，另外一条呢是由第1世观音尊者领受，然后就传入了这个格鲁派，所以呢，后来的这个噶当口诀派呢，也没有继续保留一个独立的传承，而是融入到了噶玛噶举和格鲁派里面。所以呢，以上是这三个传承，就是从转敦巴这里开支，散叶出来的三个派系。再后来呢，宗喀巴大师呢是主要在噶当经论派的这个基础上啊，加上部分的口诀派的这种教授，然后呢，在两者呢融合在了一起，又为阐释这个噶当派的修行法门呢，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将其发扬光大。从此呢，就形成了新的一个教派，
人称新噶当派，或者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就是格鲁派。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九五几之后呢流传下来的转敦派的一脉。那么九五几留下来的第二条法脉叫做什么呢？叫做桑铺传承。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九五几有三大弟子，就是库沃卓三人。那么这个桑铺传承呢，就是从沃医师那里延续下来的教法。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啊，不仅这个沃医师他本人很厉害，包括他的这个侄子沃大医师罗殿喜的也是非常有就是影响深远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他曾经翻译过很多的经论佛行事业也是十分的广大。总之呢，他们叔侄二人呢共同创立了这个桑铺传承，然后呢坐下曾有弟子万余人，其中呢四名为上首弟子。而在后来这个传承里面呢，也出现过很多藏地的知名论师和学者，所以可以说是桑铺传承呢可谓藏地学院派的这个奠基石，藏地佛学院的始祖。那么在之后呢，这个传承的这个教授和法脉也慢慢的融入到现在的四大教派当中，尤其是萨迦派和格鲁派。所以呢现在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桑铺传承。继承求解的第三个这个传承，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个拿措意识。这个拿措意识的传承当中呢也就是他的弟子当中呢有一位主要的弟子叫做拉索巴。他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叫做夏噶当派或者拿措噶举。但是呢上堂课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拿措意识的这个传承呢后来呢逐渐式微，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失传了。不管怎么说呢，噶当派的始祖是阿底峡尊者，而这个宗派的创立者是转顿巴。那么后来的噶当师是三师兄弟就是将这个传承呢兴盛和广传的重要人物。之后呢还有这个朗唐巴呀、夏拉瓦，然后呢切玉瓦等等的大师那个时代呢可以算是噶当派的鼎盛时期。再后来呢噶当派这个传承的法脉也渐渐的汇入了现在的几大这个教派当中，尤其是以噶举和格鲁为主。所以说虽然呢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噶当派，但是呢它传承当中的大部分的口诀和教授呢不仅没有失传，而且可以说是完全流荡在藏传佛教的学业当中。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内容，尤其是那些最根本基础和核心的教法，很多都是来自于噶当派的传承。所以呢噶当派作为整个后弘旗藏传佛教的奠基，当时在噶当派里面也必然是人才济济，出现过很多位就像是菩萨在世一般的大德大上师。他们对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弘扬，对不同众生的度化和引导，要是一一道来的话，那都是各种让人
拍案叫绝，又感人至深的佳话。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慢慢细讲。那么这里还有一，这里有一个小疑点啊，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困惑，而且这个疑点呢，涉及到对这个整个藏传佛法的一个了解和概念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困惑呢？之前我们讲到啊，鸠杰一名出家僧人把道次第的法脉呢全部传给了准顿巴，而且呢希望准顿巴可以建立清净的僧团。那准顿巴呢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漂亮，可是呢他始终都没有出家。那么鸠杰为什么要把这个法脉传给一个居士呢？一个居士又怎么能去建立一个清净的僧团呢？这一僧一俗合理合适吗？我想有些人会产生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应该是出于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可能有三个。一个是文化差异，一个是对藏传佛教认知的这种偏差，还有一个就是对出家或者对戒律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是很准确。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因，文化差异。在汉地啊，一说到佛教师父，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就是和尚出家人披着袈裟的拿着念珠的样子。一提到这个修行呢，就会想到看破红尘啊，然后呢剪断三千烦恼丝，断除七情六欲等等类似的概念。或者说是要是想要真正投入修行，那就必须得要削发为僧，这才算是开始专业修行的第一步。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会觉得啊，出家人的这个境界一定比在家人高，出家人的修行一定比在家人专业，出家人也一定比在家人清净，甚至说出家人本身就已经跟成佛近在咫尺。而这个在家居士呢，怎么说都属于业余修行者。所以呢，尤其是说到这个大师大德的时候呢，那更得是出家人好像才像点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在藏地的文化当中呢，或者说是很多藏族人的观念当中呢，不是这样的。就在这一点上，藏人和华人之间可能从根本上的尝试和认知上就有一些不同。怎么说呢？对藏族人来说的话，无论是修行者也好，上师大德也好不一定非得是一位出家人。当然呢，藏族人也是无比的敬仰和尊重出家僧人，但是呢他们不认为在家的修行人就不专业，或者说是成不了气候，不能有所成就。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差异呢？那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对整个藏传佛教的认知理解上的一些偏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打个比方啊，假如有一个小朋友想要成为画家，那当然从小时候开始就要学习画画，
然后呢，可能要报考学院，美院附中，最后呢，到美院学习。毕业之后呢，还可以去设计公司啊，或者一些艺术工作室进修，然后实习，有了更多的深造的机会啊，那就他就离这个成为画家不远啊，至少可以说是他已经是一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出家僧人呢，也有点像这样，一个人出家之后呢，学佛修行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唯一要务，也就是生活的核心。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位专业的佛法修学者。那佛学院或者寺院，就有点类似美术学院或者工作室，可以供他进行深造和研究。那么这种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学习方式啊，尤其是在禅宗当中，是一种最常见而且是传统的修学方式，尤其是在汉地，它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最正规正统的教育方式，所以呢，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华人、汉族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啊，出家人才是最正经、最清净的修行人。但是呢，再回到刚才这个画家的例子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画家并不是科班出身，可能有一些呢，连学校都没太上过，更别说是美术学院了。但是呢，这样的出身和学历啊，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最后所达到的，这个艺术造诣和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啊，达芬奇，他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那像他这样的艺术大家啊，大艺术家，还会有人去在乎他是不是科班出身吗？或者有没有美院的文凭或者学历吗？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在于，绘画对他来讲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和人生的中心。同样的道理，自古以来，藏地出现过数不胜数的没有出家的大成就者。他们表面上像是在家居士，但是呢，这些居士啊，跟我们印象和概念当中的居士呢，不太一样。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居士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是那些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有妻儿要照顾，有工作要努力，还有养家糊口的在家人，可能连修个四家行，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特别忙碌的啊，这么一个就是在家人，但是呢，我说的这些在藏地修行的在家居士们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像转顿巴这样的人，他们的修行呢一点都不业余，而且正好相反，他们呢用尽自己毕生的精力，用生命当中的每一次呼吸去行持佛法。他们把人生中的每一分钟都投入到佛法的修行和弘扬当中。我想应该可以说是没有人比他们的修行更加专业，更加精进了，也没有人比他们对佛法的推动和广弘影响更为深远了。从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
出离轮回的人，因为他们的心呢，已经真正的完全远离了世俗，实实在在的走上了解脱之路。也许可以说，他们是比很多出家人都更出家的在家人。所以说，这个剃度为僧，只是佛法修行当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形象、形式上，而是要放在一个人的这个修行、修为上。作为一名真正的佛法修行者，他修的是自心上面的一种转变和转化，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表面上的变化。我们不要以为不出家就不能好好的专业的去修行，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在家居士和专业修行这两件事呢，从来没有，从来都是不矛盾的啊。所以说，作为修行者，自心上的改变，修得佛果才是根本目标，并不是说只有出家的上师才能成为这个正统清净的上师。我们不能用是否出家来评判他的这个修为。在这个佛教里面呢，真正实际意义上的这种正统规范和清净，指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戒律的持守而它指的是什么呢？就这里呢，引出了第三个我们会产生疑惑的原因，戒律，尤其是出家戒、别解脱戒的这个本质实质是什么。当然呢，出家人也分很多种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些分别，就只是先谈一谈出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戒律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所谓真正的出家，是自心当中呢，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出家是要升起出离心，升起了这种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心。换句话来说，就是看破红尘了。而这种看破绝对不是一种仪式或者形式，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出家戒就等于是看破了红尘这是两码事情。真正的看破呢，是一种心态和想法。想法呢，从来都是不拘于外在的形象的。所以说，无论一个人是不是剃度，是不是披上了袈裟，都可以升起这种想要处理的心。那戒律是什么呢？戒律在制定的时候呢，是帮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去调伏烦恼的一种引导和辅助，就像是一根拐杖或者一个框框来约束我们。因为无始以来呢，我们都很散乱、很散漫了，然后呢，通过持守戒律啊，让我们可以至少先从表面上得到调整和这个规范，然后才能慢慢的断除烦恼。我们想一想啊，真正的解脱是什么？是从烦恼业力的轮回当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全然自在的人。那这样的一个解脱之人呢，难道还需要这些条条框框
一样的这个约束吗？一个连轮回都已经解脱的人，他还需要拘泥于这些戒条吗？所以说，一位成就者，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那么就不再需要戒律的约束了。那跟曾经那根就是曾经引导他的这个拐杖，规范他的这些条条框框也不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是到达了彼岸。但是呢，也有很多成就者大德们，他们为了指引教导我们，也会做出一副严守戒律的样子，从而呢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升起信心，也能以他们为榜样的去修行。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知道僧团的清净呢，并不仅仅指的是僧人都看起来都很听话很正统的样子，那只是表面上的这个清净，而真正的清净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心态和想法上的。所以说九姐吩咐这个准顿巴建立清净僧团的时候，他指的并不仅仅是要每个僧人都得做出规规矩矩小心翼翼的样子，他指的是这些僧人要具备一颗真正想要去入佛法想要出离的心。当然呢，要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做到持守戒律那就是那就是最那也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心念，只是表面上受戒，穿着袈裟，守着规矩，那不是九姐所谓的清净僧团。那么我们退一步来说，九姐作为一位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一个上师之一，他并没有要求准顿巴要出家，不仅如此呢，还把这个整个法脉呢传给了他。后来呢，准顿巴也不负众望，建立起规模可观的僧团。而他这些戒律清净的出家弟子当中呢，也没有任何人因为准顿巴是在家居士而去质疑他。相反呢，他们对准顿巴都是全身心的去依止，对他的那种尊敬和信心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波多瓦曾经说过，我曾经在受戒士那里得到了戒传，但后来呢，直到遇到热真的那位老居士，我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戒，所以呢，他才是我真正的受戒师。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呢，他在受戒的时候呢，并没有升起真正的出离心。然而呢，在遇到准顿巴之后呢，波多瓦才升起了真正想要从轮回当中出离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才算是得到了清净的出家戒，或者说是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别解脱戒才算是真正的清净，或者他才变成一个真正的别解脱戒。就算是在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回顾准顿巴的事业，我觉得可能在九姐的众多弟子当中呢，要说传承弘扬九姐的法脉，可能不会有人
比他做得更好。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准顿巴就没有后来的噶当派，没有噶当派，那现在的藏传佛教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所以说，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奠基还是弘扬，准顿巴的作用和成就都是绝对无可比拟和无法取代的，他才可以说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法王。当然呢，在这里大家一定不要产生误解啊，觉得出家不重要啊，或者说是出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曾经出现过没上过学的画家，那美术学院就不重要，不是这样的。美术学院是学术学艺术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机构，没有他们就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教学的传承啊，不是系统的理论教学和传承。同样的道理呢，佛学院寺院是佛法延续的命脉根基，没有他们啊，法教的传承就不可能流传下来，更不可能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出家人自古至今永远都是佛教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佛法僧当中的一宝，僧团永远都是佛法的核心。就像之前讲到的，所谓的灭佛或者灭法，不是毁掉了寺院或者佛像，而是没有了僧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出家人呢，都比在家人更为殊胜。因为比如一个人啊，假如一个人啊，可以下定决心剃度为僧，就说明他至少有了想要出离和解脱的强烈愿望，他想要用他全部的人生去修学佛法。那么仅仅是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很多在家人啊，相比起来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所以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要记得，出家人永远都是我们要尊敬啊、礼敬的对象，僧团永远都是整个佛教的核心和灵魂，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也是不容置疑的。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僧俗问题啊，只是说我们应该要了解，在藏传佛教当中呢，一位成就者是无畏僧俗的。我们不能以出没出家来定义他或者判断他的这个水平和修为，这是非常片面而且是不正确的。比方说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噶举的这个祖师马尔巴、米赖耶巴等等，他们都不是出家人。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米赖耶巴不是出家人，所以他不是一位好的修行人，或者说不是一位伟大的上师。而且我觉得有人把米赖耶巴以就是一个出家人的形式来培养出来的好，我觉得他不会变成一个那么伟大的修行人，他得需要他自己的这种瑜伽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培养出来。所以呢，当我们说到这些上师成就者的时候，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现象。我们不能通过外表来评判他的水平，更不应该通过形式来判断他的传承是否清净。
纵观藏传佛教这个上千年的历史里面啊，无论是上师修行者还是成就者，自古以来都是有僧有俗啊，他们各司其职，各行其道。但无论是个人的修为，还是佛法的弘扬、众生度化的事业上，他们每一位都是藏传佛教当中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伟大上师。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因机施教的道理。这也就是藏传佛教的特点，它的这个独到和殊胜之处。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居士成就者这方面啊，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啊。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那就请大家多多见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讲灯论。上堂课讲到灯论的原文是梵文，有这个九劫的亲传弟子。格为罗遮，从梵文翻译成藏文，这也是唯一一部藏译本。后来呢，在这个基础上又被译成了中文。那中译本呢，就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法尊法师啊、超依法师啊，还有如实法师等等啊的不同的版本。那么，在这次课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去选取了法尊法师和如实法师两本，作为这个根本颂词来解释。大家在法本里面也可以看到。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堂课，讲到的灯论标题。第一行是梵文，不低。把它，b 拉 a 巴，然后呢，才是这个译本的这个标题，《菩提道灯论》。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灯论的总科判，也就是大纲啊。灯论可以总的来说分为三大部分，一是论名之义。二是译者礼赞，三是正文。那么第一部分论名之义当中呢，有包含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梵文论名前置之因，就是原因有三种，第一个是真图报。第二个是出处可靠，第三个是梵文熏陶。那么上堂课我们讲了论名之义的这一部分啊，论名之义的这一部分也讲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第二个部分，译者礼赞。译者礼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句礼赞文不是由阿底峡尊者写的，而是由他的藏文译者格维罗智所写的。那么这句藏文是这样的：敬礼，曼殊师利童子菩萨，这是法尊法师的译本啊，翻译。敬礼，文殊师利菩萨，这是如是法师的翻译啊。这句礼赞文呢，从字面来看，就是向文殊菩萨顶礼。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正文之前先顶礼呢？而且要顶礼的对象为什么是文殊菩萨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开篇顶礼的原因。在古代印度啊，写论著书的时候。开篇都要先进行顶礼，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啊，就是希望通过向佛菩萨所祈请，
来累积更多的福德，进而呢，就是在撰写或者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没有障碍，顺利圆满地完成。因此呢，在全文其实啊，向菩萨请求是为了得到写作的过程当中的加持和助佑。另外一方面呢，在请求佛菩萨可以帮助译者更好的了解通达文中的内容 和含义。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在文章的开篇的顶礼，目的就是要通过祈请得到加持，从而呢累积福德，为了更好的去撰写或者翻译。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登论治理呢，译者顶礼的对象是文殊菩萨呢？以前在古印度啊，对于这个顶礼的对象呢，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所以呢，通常都是选择这位作者个人比较喜欢或者有信心的对象。后来呢，这个传统呢就传到了藏地。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特别的讲究，直到后来呢，一位叫做赤热巴坚的赞布，他在位期间呢，制定了有关翻译佛经的一些规矩。从此呢，在论文的这个开篇处啊，这个经典经论的开篇处，就不再是依据个人喜好而选择顶礼对象，而是要依照经论的内容来顶礼。比方说，如果文章是有关律典的内容的话呢，就要在前面先顶礼遍至佛。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佛才能制定律典，其他任何论师，甚至包括声闻大菩萨都不能制定律典中的规定。那为什么佛可以呢？因为佛是遍知，遍知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掌握了因果的一切信息，包括非常细微的部分都能够完全的了知。所以呢，只有佛才是遍知的，那么只有佛才能定律典。所以呢，在这里要顶礼遍知佛。那比如说，如果这部著作是有关大小乘啊，这个小乘经典内容的话呢，就要在前面呢顶礼三宝。因为小乘经典呢，主要针对的是出家修行者，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佛法，所以要先顶礼三宝。那如果经典的内容是跟大乘的教法有关的、相关的，那得要先顶礼诸佛菩萨，因为大乘教法主要针对的就是行持菩萨道的修行。所以要顶礼诸佛菩萨。再来呢，如果这部著作是阿毗达摩的话，就要顶礼文殊菩萨。为什么是文殊菩萨呢？虽说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呢都是平等的，但是呢，从显现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化现啊，而阿毗达摩呢，主要是论述。主要论述的就是有关有漏无漏的智慧本性，所以呢，在阿毗达摩前面呢，要先顶礼文殊菩萨。最后呢，如果这部著作是有关密乘内容的话，那就要顶礼秘密主。那秘密主是谁呢？其实就是金刚手菩萨。秘密主是他的别名，他实际上就是密教的集结者。以前卡丹拜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密教只有通过秘密修行才能成就，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顶礼秘密主金刚手菩萨。那么这个密乘的保密
措施啊，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总统吧曾经说过，就算是通过同一个坛城而入门的师兄弟，在讲说密续或者同一个成就法的时候呢，两个人呢，都需要分开来进行分别的讲说。不管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就要顶礼不同的对象。那么在登论这里呢，顶礼的对象是文殊菩萨，所以也就是说，登论是一部阿毗达摩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才也提到过，阿毗达摩是主要讲的就是有漏无漏的智慧，而登论呢，不仅讲到了得到世间人天果位的方法，而且也包含了有关正德出世间三乘果位的教授，尤其是大乘显密的果位，所以呢，登论可以算是阿毗达摩。但是呢，其实有关阿毗达摩的具体含义和范围，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课程里面会仔细讲解。今天暂时呢，我们先把阿毗达摩理解为对佛经的论注、释论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仔细讲解一下这句译者礼赞敬礼曼殊室利童子菩萨。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我们来逐个解释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词敬礼，敬礼在这个梵文中是南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无，就是恭敬、虔诚、礼拜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等等。那么有关这个敬礼的方式啊，根据不同文献、经典当中的这个记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阐释和分类。今天呢，我们先讲一讲比较基础、普遍的礼敬方式，就是通过身口意三门来进行非常亲近、恭敬的顶礼。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普贤行愿品当中啊，就有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以清净身与意，一切遍礼尽无余。这就是身口意三门的顶礼。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身顶礼，身顶礼就是行为、肢体上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合掌啊。跪拜等等。其实呢，关于合掌这个礼节啊，很早之前，在古印度就已经出现了，用来这个表达尊重、尊敬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佛教也引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顶礼。身顶礼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容易做到的。那么与顶礼呢？普贤行愿品当中说，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否深深功德海。意思就是说，要用各种优美、赞叹的语言、声音、词汇，包括歌声、音乐来进行赞颂和供养。同时呢，有些人其实呢，对，平时呢，有些人说话用词，有时候呢，可能不太礼貌，或者有点不好听，因此呢，惹出很多的麻烦。以前噶当派的善知识也说过啊，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我们的嘴巴，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说堕地狱，光只是嘴上造的罪，
就够我们受的了。所以呢，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呢，跟谁说话啊，都要用好听的词，悦耳的语气啊，说动听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礼节。第三个是什么呢？义鼎礼。在普贤行愿文当中呢，有关这个义鼎礼是这样说的：于以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内心深处深深的相信诸佛菩萨，相信三宝和上师，带着诚意，发自内心的以恭敬心、信心、虔诚心来进行定力。其实呢，这个身口意三门的这个定力当中呢，真正的定力指的就是意定力，而意定力的核心就是要心中充满信心和全然的恭敬。换句话说，要是心里没有产生敬意或者诚意，那即便是行了100个五体投地的大礼，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顶礼。总而言之呢，真正的顶礼就是要心怀信心和前进，再以优美的语言或者词汇来赞颂或者祈请。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再加上合掌或者跪拜等肢体的动作，那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整而且是真正的顶礼了。所以呢，在赞颂里面说顶礼曼殊师利童子菩萨，指的就是译者和读者的这个三门顶礼。我们要读到这句赞颂的时候，赞文的时候，要由衷的真心诚意的表示对文殊菩萨的恭敬和礼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大概讲讲这个曼殊师利童子菩萨里面的这个曼殊师利童子菩萨，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我们常说的这个四大菩萨之一是智慧的化身。那么文殊师利这个词啊，在梵文中是门珠师利，门珠呢被译为文殊，它的音译啊，这是它的音译，文殊或者曼殊，意思就是美妙雅致。师利呢，音译就是势力或者势力或者势力，是吉祥美观庄严的意思。那文殊势力就是妙吉祥，所以呢，文殊势力被称为妙吉祥菩萨。华严宗的四祖成观大师所写的这个《华严经》行愿评书中有提到，言文殊师利者，或于曼殊师利，文殊曰妙，师利为吉祥，古亦为德，何为妙德？亦云普手，亦云如手，亦云妙手。还有呢，净土宗的八祖莲池大师所写的《阿弥陀陀经》书钞当中提到啊，文殊势力亦云曼殊势力妙德者智也，今云诸佛之母，师家之师，其非妙德，又诸经文殊常为一切菩萨上首故，立舍利佛者，身子智慧第一，
文殊大智独尊啊，虽然呢其中提到啊，文殊菩萨是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妙手啊、妙吉祥啊、妙德等等啊，这些名字呢就说明了他不同面相的功德。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智，这个智的第一部分，称文殊菩萨是大智独尊啊，具备最究竟的智慧，也就是般若智慧，所谓的这个诸佛之母、释迦之师，也正因如此，在很多佛经当中呢，描写到佛陀讲法各处这个集会的时候呢，文殊菩萨总是坐在上首，就是因为他是究竟智慧的化身。那么有关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啊，道场指的就是文殊菩萨立生事业的这个中心啊，或者大本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位于山西省的这个五台山。所以华严经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雨中植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势力，与其眷属诸菩萨众10000人聚，常在其中而演说法。这里的这个清凉山呢，指的就是五台山的五台山，就是它的五台山的一个别名。还有呢，这个文殊势力法宝藏陀罗尼经当中也提到说，尔时世尊告金刚密记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占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占那，其果中有山号曰无顶，文殊势力童子有醒居直，为诸众生语中说法。这里的这个大占那啊，指的就是中国，无顶指的就是五台山。所以呢，从这些这个古代文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很早以前啊，人们已经知道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呢，很长时间以来呢，五台山就是人们经常参访和朝拜的这个圣地。我自己呢，也小时候就大概10岁的时候去过一次，当然呢，很想再去一趟，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当然呢，文殊菩萨无论是显宗、密宗当中，都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大菩萨。有关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尤其是比较深层次的，知识，我们先不细讲。今天只是在字面上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讲完了曼殊势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曼殊势力童子当中的这个童子，为什么称文殊菩萨为童子呢？曼殊势力童子这个词啊，也被翻译译作文殊势力童真，或者如同文殊势力菩萨，不是如同文殊菩萨等等。童子呢，用现代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小朋友、小孩子的意思。在《大智度论》当中有提到说，如童子过4岁以上，未满20，名为鸠摩罗伽。那就是说4岁以上20岁以下的小孩叫做鸠摩罗伽，也就是童子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童子呢，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是菩萨摩诃萨住童子地，一切所愿无不满足，还有这么一个词。
所以说这个呢，这里的这个童子弟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说啊，欲得鸠摩罗迦帝者，或有菩萨从初发心断淫欲，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菩萨道，是名鸠摩罗迦帝。复次，或有菩萨作愿，世世童男出家行道，不受世间爱欲，是名为鸠摩罗迦帝。复次，又如王子名鸠摩罗迦，佛为法王，菩萨入法正位，乃至十地故，系名王子，皆认为佛。如文殊势力、实力似无所谓等，系具佛事故，住鸠摩罗迦帝，广度众生。所以呢，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对这个童子弟进行了几种解释啊。一个是说，是菩萨从这个最初发心，直到这个直等正得这个佛果，都可以断除淫欲，常行菩萨道，就是童子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有一位菩萨发愿在生生世世成为童男修行，出家修行道，不受世间爱欲，那也可以称为童子弟。第三种说法就是说，佛陀就是法王，那么菩萨就像王子，因为他即将成佛，继任佛陀的这种王位，所以称为童子弟，就像太子一样。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当中，还有一些经典当中也提到啊，菩萨道上的这个第八地叫做童子地，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总之呢，具体上我们可以认为，一位菩萨从初发心开始呢，到实地的这个阶段，常行梵行啊，清心广欲，就是所谓的童子地。那为什么称这些菩萨为童子呢？天台宗的这个四教遗著会补辅弘记当中说啊，童真者，从欲立名，世人出生天真纯粹，名为童真，历经菩萨悲智坚固，不破菩提心者，名童真也。意思就是说，童真呢，童子实际上就是一种比喻，就好比一个小朋友啊，非常的这个天真纯洁无邪，而这些菩萨呢，就正是如此，他们的这种慈悲啊、智慧，万般的坚固，不可动摇，菩提心更是坚不可摧，所以呢，就像是初心不改的小朋友们，永远这么纯洁无邪的一样啊，因此呢，称他们为童子。那么童子弟就是说，菩萨们啊，从初发心开始呢，直到实地果位这段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心态啊、行止，都像小朋友一样纯洁纯粹，所以呢，这段菩萨道也被称为童子弟。也可以说啊，有时候说这个文殊菩萨呢，常称是很多时候呢，以童子的一种显象来就是说度化众生，所以也叫童子，也有这样的说法。讲完了童子啊，那么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关键词，菩萨。说到菩萨这个词呢，大家应该可以再熟悉不过了啊。菩萨就是菩提萨多的简称，
音译来自这个梵文啊，梵文的就是 Bodhisattva。实际上，这个梵文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Bodhi 和 Sattva。Bodhi 的中文就是菩提，Sattva 的中文就是 Sattu。有关菩提萨多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释。首先呢，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说，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那当然了，这里面包含了三种菩提，就是声闻的、独觉的、佛的果位都包含了。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无上菩提，也就是佛道。而萨多呢，就是有情或者众生，所以呢，菩萨就是去入佛道的有情。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上求菩提，下救众生，自利利他。比如说，翻译名义集当中说，菩提，佛道名也；萨多，情也；大兴众生，有大兴入佛道，名菩提萨多。还有呢，这个《大智度论》当中说，菩提名佛道，萨多名成众生。天台宗啊，对这句话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提萨多。又，菩提是自行，萨多是化他，自修佛道又化他故。还有呢，这个华严宗的解释是，这样说的：菩提，此谓知觉；萨多，此曰众生。一至上求菩提，以悲下救众生。另外呢，近代净土高僧慧远所著的这个《大乘义章》当中说，菩萨无语，此方翻译为道众生。具修自利利他之道，名道众生。那么，以上就是对于这个"菩萨"这个词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解释啊。在这个不空卷所《神遍真言经》当中啊说，菩提名智，萨多名悲。普世方便之众议也，因此二法合即有情，乃得名为菩提萨多。所以呢，菩萨就是智悲的化身，以此来度化众生。还有呢，净土宗的八祖莲池大师所写的《阿弥陀疏钞》当中也啊。菩萨者，梵语，觉有情者，同佛所证之为觉，无明未尽之为情也。复有三义者，一悲智所愿意，言觉是所修佛道，情是所化众生，上以智求，下以悲度也。二能所合目义。言觉是所求之果，有情是能求之人，以己之心悟佛之理也。三，立身为极义，言广觉一切有情，所谓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是也。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呢，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觉有情。而这个"觉有情"三个字啊，大概包含了三种含义。第一种就是悲智所缘，觉是佛道啊，有情是需要被度化的众生，所以呢，以智求佛道，以悲度众生，就是觉有情。那么第二种含义就是说，觉指的就是佛果，有情是学佛之人，所以觉有情就是想要证得佛果之人。第三种含义呢，觉有情就是说，
要做到让一切有情众生都可以觉悟啊，解脱，也就是说觉有情就是十分迫切的急于想要度化一切众生的意思。那么菩提啊，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觉或者佛果或者佛道这样的含义。萨多那就是除了有情的意思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萨多这个词在藏文里面、翻译成三巴。三巴在藏文当中呢，不仅有有情的含义，而且呢，我们分开来看，三的意思就是说心或者意识的意思，而这个巴则是勇敢的意思。所以呢，三巴就是具有勇敢之心的人，所以呢，萨多也有勇士的意思。这个《清光菩萨著玄奘大师译的这个佛地经论呢，当中说，萨多者是勇猛意，精进勇猛求大菩提，故名菩萨。还有玄奘的弟子顿伦所写的这个《瑜伽论记》当中也说，又菩萨多是勇猛意，勇猛求大菩提。还有这个唐代的密宗僧人法崇所写的这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教集义记当中说，这个菩提萨多者名为勇猛，亦名精进，故言菩提萨多。所以呢，总之呢，有关菩萨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释除了以上我们谈到的这些之外呢，还在很多其他的经论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各种阐释。所以呢，在翻译名义集当中说记忆翻不定记忆翻不定，记忆翻不定所以呢就是虚流梵音，虚流梵音意思就是说因为说法很多，意思很多，所以菩提萨多呢就保留了梵文的音译，叫做菩提萨多。那么有关菩萨呢，我们就暂时就说到这儿了总而言之呢，这句这个译者离赞敬礼曼殊室利童子菩萨，一方面呢，在译者本人呢想要通过在全文的首句向圣者顶礼而从而求得加持，能够通达论文的原意，同时也能够圆满顺利的完成译作另一方面呢，作为读者，我们也应该通过读诵这句赞文来真诚的信心和恭敬心向文殊菩萨顶礼以此来累积福德，得到加持，从而能够就是更好的去学习和了悟了达这个灯论当中所教授的内容和真意。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